我的旗袍做好了没有啊？行行，早就给您做好了，我去给你拿啊。嗯，快快快快快！身材都没我好，居然穿旗袍呢。哎呀，金姐，你看这个最新款，你穿上绝对美死。我好喜欢的祖蓝色呀！太衬了。哎呀，天哪，我的旗袍做好了吗？嗯，金姐啊，我的旗袍做好了吗？金姐，你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你们是谁呀？我金星啊！完了，又遇到粉丝冒充明星的事了。哎呦，昨天这两位也太像了吧！你们肯定有一个是假的。假的！你好大胆子啊！到我的旗袍店来取我的旗袍！你好大胆子！到我的旗袍店来，拿我的旗袍！我报警！我报警！哎呀，不用报警！电话在哪里？电话在哪里？不用报警啊！我来一试就知道谁真谁假。嗯，怎么试啊？哎呀，我是裁缝啊！我给金姐做了那么多件旗袍，我只要用我的双手感受一下，就知道谁是真。哎呀，怎么了你？这干嘛呢？真是的！开个玩笑啊！你呀、啊，真是，等会儿得收拾你。哎呦，想辨别我和他是谁是真假，太容易了呀！都说我说话满嘴东北大碴子味儿，对吧？这个人呢，满嘴的港台腔，一听就是假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咱俩唠会儿嗑，你要是说出东北话来，咱俩就消停没事儿；要我抽死你，我告诉你。东北话有多难呢、啊？全国人民都会呀、啊。我老公啊叫汉斯，是德国人，德语你会吗？哎呦嘿，还来真格的，加给侬，闭着心。Das Wandern ist das Flügel des Wandern. Das muss ein Flügel des Wandern sein. Die Linie des Wandern sein. Das muss ein das Wandern sein. 假惺惺。好厉害啊！哇，好嘛，你看来是做出功课来了哈。哎，再比点别的呀，对吧？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伎俩。金姐上周穿着我们家的旗袍走了一次 T 台，来，你们走两步，我肯定看得出来。怕谁呀？谁怕谁呀？来吧。Yes, me, baby. 我看出来了啊，两位都是完美，三白眼都这么完美。哎呀，对了，金姐不是以毒蛇著称吗？你们来比毒蛇吧。要说毒蛇，谁能比得过我呀？来，撕谁？撕金星。别以为我不敢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毒性发作起来呀，我连我自己都敢撕的。谁不过毒蛇，谁就不是金星。好，好，金星撕金星 ，Round One， Ready Go。金星这人呐、啊，在节目上脸蛮霸道，内心啊肯定有点小变态的。哦，这还叫毒蛇呀？变态的人多了去了，再变也变不过金星啊。金星啊，天天穿旗袍，但是嘴还是那么毒啊。哎呦，金星这个人呐、啊，在自己的节目里头能说会道的，一到奇葩说里边呢，就别乱拌摊儿。你笑啥呀？你知道他笑什么吗？他反应不过来了呗。这个太毒了啊！我宣布本局打平。什么回事啊？啊，现在只能使大招了。来，你们比跳舞吧，我放音乐。哟，这才叫大招啊！小伎俩一个，我就不信你能比得过我。来吧，开始。谁怕谁呀、啊？走。这有点难。我能跳出那个样子吗？真是的，哎，我这下是分不出来了。对了，金姐她是能歌善舞，来比个唱歌。对哈，对哈，来吧，看你有什么本领。对，唱唱歌嘛 ，music。你唱给我听听 ，music。
上海，你小子，你是个不夜城。爸爸，我听出来了，听出来了吧？好啊你，哎，你这是金姐，你是假冒的？怎么可能啊？明明是他输给我呀！我们家金姐那嗓子啊，没你这么好，真的。哎呀，你还是抓这个假假假金星啊！哎呀，还有一个金星啊，是